录制一个视频，然后是啊，等一下，这个应该能删掉吧？啊，录制一个视频啊，是那个小鱼视频。嗯，单排。YYYY ID 227253。第一个把木木禁掉。医疗科否小鱼？石头应该禁掉，禁掉的话把那个小丑给禁掉。小丑呢？不用禁小丑，禁不祥吧。谢谢。好的。好，卡住了。哎呀，小鱼啊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正在做，正在做拍。谢谢。对面上单是船长，四楼来个打野，咱缺一个，上单缺一个辅助。五楼来个奶妈，奶妈很好的。中单吸血鬼啊。很好，看情况吧。
海洋果那是上单，然后是绍兴打野。绍兴现在不知道怎么样，打野比较厉害，好像不知道怎么，现在打野的比较多。绍兴啊，设置一下打野时间，大家是要用的。鞋子加两红，能有那么一快？蓝。为什么找不到忍者呢？想看戏法吗？守一下吧。哦，不是位置啊，应该在这边。这里应该有一血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点一吧，对自己中路打野有好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啊，这闪现郁闷了，我非常好啊！后面还抓一抓，全军出击！啊，这两个应该跑掉了，这两个，这个德玛是要死的。放了一个人，到底还要打吗？这个还要打吗？啊，不错。别怕了，好了，3-1，这优势比较大。美兰完全不行，别怕，大鲨鱼正在接近他的命。剩900出个棒子，就和游泳一样。3分钟棒子是有点可怕了。上路打去。
就是一套连招他就挂了。没什么压力的打他，我准备好了，好大血，他也不敢补兵现在。这个郁闷呢，走错位了。Double kill。这有点丢脸了，走错位了，完全走错位了。我的错。就和游泳一样。抽烟吧，中路又把他打爆了，就到你前面去了，这逼崽子。Slain.